剧本，明白是我主动承担的责任，大可不必我再继续质疑坚持，可是每次你保持的距离刚好分寸，你擅长感情理智做权衡，那些无关左右就成为牺牲部分，总不能阻止你去爱更好的人，不怪谁只对自己特别痛恨。谁只对自己特别痛恨？